住在这座城市，透过意识不必用言语沟通，不比人世的逆行，光怪陆离的剧情，躲在角落里尽兴，用你听不懂的句型，各种厌倦瓶子在脸书上说，早就没去夜店，我宁愿在家放空，出门社交很累，除非把自己灌醉，到了公开场合最怕遇到的尴尬上面找空位，往里面挤VIP 里面请不用带金项链，他们照样会 respect 你是 real 还是 fake 你在意的点，反正人生如戏，大家卖力的演 action， 注意小动作不要被抓包，宝宝要是不练基本功就等着被当沙包，各种技巧花时间靠自己体会，把口诀记好，秘诀藏在里面，都无法分辨好坏的人在观察搞怪的人，我忽略了规则外的神，他们关心门定义这个世界，在特异功能人士的聚会，知道就好，不必多说，不能够马上画但还没收工，如果有特异功能人士居住在这座城市，透过意识不必用言语沟通，要不比人士的逆行，光怪陆离的剧情，我坐在角落里尽兴，用你听不懂的句型，用透视或心电感应，甚至感谢动的句型，外在空间传达我什么样的讯息，用什么方式来进行，从发梦到结束，他们的心情在路边或是综艺节目上扫描撞片，拿着重目标在下面的人号称可以用眼皮来转动唱片，信不信别拿同一招来重复炫技，如果有人愿意亲身去体验这个秘密，只有少数人有这种毅力，除非能够拿来练才，不然没有意义，快要没有兴趣，若是钱赚的不够，那会有什么机遇，我放着一个人单打独斗，特异功能成怪打不破，名人堂的记录打不破，只留给那些坚持极限的人，我们讲不过，对神秘力量的迷思是科学永远想不透，知道就好，不必多说，不能够马上画但还没收工，如果有特异功能的事居住在这座城市，透过意识不必用言语沟通，我不比人世的逆行，光怪陆离的剧情，锁在角落里进行，我用你听不懂的句型，特异功能的事，他妈的特异功能的事，给 DJ 空点噪音，给酷迪添一点噪音。谢谢大家今天来麦的，我是夏伟先，预备，peace out。